这是我这几年的积蓄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希望给你面临所有的问题，所有的困难。程家阳不是你的摇钱树，还给你。要是你把家阳也这么还给我，那该多好啊！他就是一个骗子。你要是对你儿子还有一丝最基本的尊重，就不要再侮辱我的女朋友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当你是个穷光蛋的时候，那个妹子是不是还能跟着你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《亲爱的翻译官》。